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骑着自行车准备去那个叫白福村的村子里去找房子呀，距离我住的地方有6公里，那边没有地铁，所以说骑着自行车过去。这是一个床还是挺大的，然后这有个桌子，主要是这个空间真是超级大呀，有个衣柜，然后卫生间，这还有厨房，厨房带抽油烟机，这边有一个热水器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窗户，窗户是朝南的，但是因为前面有高楼所以挡住了，没有阳光了，这边有空调，电费1.2元一度，水费是15块钱一吨，暖气费1个月400，然后还有就是他这边 WiFi 是免费使用的。找房子都找到天黑了，刚才那个房子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但是房东要求是押1付3，一下拿出来3个月的房租，对我来说真的是压力太大了，再去找找吧。这个村距离地铁口非常远，骑自行车也得半个小时。这个村子的优势就是距离昌平县城非常近。这个村子还挺大的，卖饭的也挺多的。这边还有一个菜市场，等会儿去那个菜市场里看看。我还以为这个人在削甘蔗呢，原来是在削那个莴笋。这边确实是一个小的菜市场，卖菜的，卖水果的。村里还有一个公共的健身场所，有人在这打羽毛球。
还有一个室内的乒乓球室。晚上在这里玩的大人小孩非常多。这是村子里的快递柜，这快递柜真是惊到我了，竟然有这么多。天黑了，房子就先找到这里吧，先回去喽。难搞呀，又要骑一段夜路了，这边连路灯都没有，摸黑骑行，用手机照明。刚才骑了一段连路灯都没有的小路呀，现在终于骑到大路上来了，这边有路灯了，安全多了。我现在是由北往南呀，这个路是下坡，一路都是下坡，美滋滋。昌平县从这里由高架钻入地下，两个方向的地铁在这里交汇了。房子还是没找好呀，明天继续。